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宣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105年度预算书案询答。二：审查经济部函送该部主管财团法人台湾地理资讯中心、专利检索中心等二家财团法人105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询答。讨论事项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讨论事项啊、这个并案询答，那请我们沈次长来啊、简单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呢，贵委员会审查本部主管政府捐助基金累计超过50%。之中华经济研究院等三家经济事务的财团法人105年度预算，那本人仅就这三家财团法人的现况、预算的编列以及运作的绩效，以及本部对主管财团法人监督管理的情形报告如下。财团法人的一个现况，首先，本部财团法人是以协助提升经济发展为目的，从事促进工商经贸、能源资源、产业科技及资讯应用等业务。今天所审查的三家法人的设置目的、成立时间、法人主要收入来源、支出用途等，详附表一。这一个法人的105年度预算的编列情形。首先呢，在收入方面编列7.6亿，支出编列7.36亿，一次的话总计是0.24亿，在资产方面21.73亿，负债2.92亿，净值18.81亿。那在法人的这一个运作绩效方面，今天所审查的这三家财团法人中，中华经济研究院主要是研究国内重要的经济问题，为经济措施提供建言，并推动智库外交，协助政府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财团法人地理资讯中心除了办理资讯业务外，并规划开发以地理资讯相关的业务，发展独特的人工智慧大资料的一个 data mining 的一个模式，来作为这一个期望活络国内地理空间的相关产业发展。那在专利检索中心方面，主要是办理这个专利前案检索事务，协助住宅局清理专利积案，运作绩效良好。那在所谓的法人的一个监督管理方面，本部的这一个财团法人的监督管理，那最主要呢是依据本部颁定的这一个法人的这一个设立许可及监督要点，以及法人的管理以及这一个监督作业规范来办理。各法人呢，依循这一个刚刚提到的规范跟要点呢，来建立人事、业务、会计、稽核等规章制度。同时呢，法人的这些董监事的会议记录，以及人事的任免，以及年度的策略方针、营运跟资金应用，还有结算师等，也需要每年呢依规定时间来报部备查。那依据预算法、结算法呢，本部也将这些营运跟资金应用的计划，预算师、结算师核转答案来审议、哦、那根据作业规范呢，我们本部呢实际去来进行这些法人的监督查核的一个作为，包括书面查核。那书面查核的部分，最主要就是根据法人年初提出的工作目标，办理业务绩效的评估。那在所谓实地查核部分，我们是至少每3年来进行实地查核，并将查核的结果实际呢，在公开在本部的网站上，来让各界来参阅、哦、那近年来这一个大院呢，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有附带决议事项，譬如在这个取消这些交通费、补助费，以及不得发放这些高层主管的房屋津贴，以及年龄方面，在临派的时候不得超过65岁的限制。
那同时也在官方网站上要来揭露这些合派人员的姓名、任期、临派的理由等等。最重要是这个年终奖金的部分，那这部分昨天呢，委员也有在关心，那我们也就这个部分来说明一下。这个有关昨天呢，大家关心的就是这些奖金发放是以 2.5 个月为原则，但是本部考量部分公务人员的奖金标准可以提高到 3.5 个月，最主要就是为了要积极鼓励财团法人自行来筹措财源，来降低对政府的依赖，所以年度筹措经费如果还有盈余，可以提高这一个所谓的奖金到 3.5 个月，那这样又避免为了免为这一个法人的一个滥发奖金，这些筹措经费里面的盈余发放的奖金一定要经过董事会审定通过才可以来发放，借这个部分呢来激励法人的工作士气，以及保有奖金发放的弹性，最重要是吸引产业界跟国外优秀人才来储蓄投入。综合以上大院决议内容，我们都会来遵照以及函转这些法人来切实遵照办理，同时我们也储蓄来做追踪的一个管理。以上报告敬请指教，谢谢，感恩。好，我们现在其他单位的报告请委员自行参阅并列入公报记录。现在进行询答，委员质询前我们就做以下的宣告。第一个，每位委员发言6+2分钟，上午10:30截止发言，如有临时提案11:00进行处理。首先有请黄伟哲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经济部省次长以及各位长官，我是不是可以先请这个地理资讯中心、专利检索中心两大中心？有请我们地理资讯中心陈建良陈董事长，专利检索中心王美华王董事长。两个单位，请问完，然后再请中华经济研究院。哎，好，委员好。董事长，请问一下。这个我们专利检索中心的业务，事实上我们主要是让一些民众来检索说我们现有国家哪些专利，是吧？不是，不是，对，我们那这个检索是如何检索起？我们专利检索中心它原先成立的目的是因为就是在整个智慧局清理积案的大计划里面呢，那我们当时仿照日本的有一个 IPCC 的这个帮特许厅做检索单位，跟韩国的这个 KIPI 这个单位呢，他们也都是专责帮这个专利机关做检索，提供给这个专利机关参考这个检索报告之后，再去做往后做完整的这个专利的审查。提供给专利机关，就是拥有专利的机关，还是就是提供给智慧局，像在台湾就提供给智慧局。那你这样子为什么要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呢？那这个、就是、那本来就在智慧局的业务就可以啦。是，那这个就是因为整个政府的相关的这个人事跟资源哦，它都有这个固定，那这个就是比较限制，就对你们这成立一个中心比较用人比较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很难不联想到说政府组织肥大而且逃避监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你们经费100%来自于政府公预算了，是。然后又要这样再成立一个中心，然后用人又不用这个列入这个政府的员额，好、哦、总员额法的管制，然后呢，这个禁用人员的禁用又不用受到这个，又不是比照公务员的考试，好，然后呢，这个刚刚提到了奖金的发放、人事费用，我觉得其实这部分让人家觉得这个有点怪怪的，好，所以我只是说，你们既然叫做我真的本来哦，真的原谅我们的这个。见识比较浅短一点，我们真的本来以为说，哦，你是一个检索中心，可以让民众可以直接查询。我想说，这样的东西民众上网查就可以了，或者进去你们用自然凭证，或用其他的方式进去你们的制裁局的网站就可以怎么样查？所以这么干嘛成立一个咨询一个中心？现在
更进一步知道说，你们不是服务民众的，你们是服务制裁局的，然后是基本上等于制裁局的一个专利检索中心，或制裁局的一个什么专利检索科，可是这科你们是把它弄成一个局外的单位，然后成用基金会的方式，好，然后这个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哦，当然制度面呢，我们还要好好来思考检讨一下，只是因为一般人只专注在你的预算使用面。我跟委员补充报告，他当时就是要成立这样的检索中心，其实在部里面或院里面都有非常缜密的评估说，智慧局成立这个是不是逃避管制或者是逃避监督的问题？那这个当然刚才我提到，请问您现在同仁有多少位中心里头？目前大概80位，80位，对。那他其实一年的这个经费是1.01亿而已。好，那主要全部就是人员做这样的检索。那确实，因为他不是公务机关，所以都是没有公务员任用资格，除了全部在里面任职的时候。好，这你们再请方便的话，再给我们一个书面的东西，我们可以了解说你这个的必要性。是。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那个地理资讯中心，地理资讯中心，你好，董事长。你们主要又是主要是做提供什么样的检的？跟委员报告，这个中心成立之初叫做中华电脑中心，所以是台湾引进电脑资讯的最开始的单位，负责帮所有公务机关训练电脑人员。随着时代的移转，现在唯一的一个公务的工作，就是帮中央银行处理外汇的资讯业务。外汇资讯业务，因为早先那跟地理资讯什么关系？跟委员报告，地理资讯是前几年才改这个名字，是你的掩护身份是不是？对不起，您说是你的掩护身份是不是？不是不是，委员误会了。对啊，容易让人家误会，没错。跟委员报告，改名字是7年半之前的事情。所谓何来？因为当时候政府要发展地理资讯系统，所以就把中心从这个中华电脑改名。那你现在就没有不是做本业了？报告委员本业还是在的，但主要是做央行的什么外汇资讯。央行的业务有一半，再请委员容我报告。外汇资讯早年是纸本的，所以他必须用人工来登打，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现在电脑都像滚头刀啊，对，要电脑化是好的啊，没有错、啊。是的，可是央行没有办法自己做，需要跟委员报告，央行的业务就要收回去了。预定在明年年中要全部移转回央行。所以贵中心有什么计划？对于你要把你们主要业务抽走了？各位报告，我们正在努力转型当中，除了做资讯系统之外，也在做跟地理相关的，包括资讯、這個。那还要转快一点吧？是的，我们会努力。同仁有多少人？我们目前跟委员报告有将近100个人，但其中有40个是登打人员。好，天哪、啊！那这样子的，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啊。其实，如果像现在最近内政部不是公布那个土壤异化前市区吗？是。那么我们经济部以前好像经济部有以前有地调所，好，然后那个这个我们水保局要公布这个土石流前市区，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水利署又有一个这个易淹水的区域，是的。总之，在台湾的国土规划里面，我们希望你们将来的这个地理资讯中心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好，但是绝对不是像你搞个半天去替央行做什么外汇资讯，那弄了100人去做这个，100人很不容易，在地方政府，你100人天大地大的事。跟委员报告，请容我再补充。你们只要听起来好像闲话一句啊，就咱100个人了、啊。不是这样子，委员。央行的业务早先有600个人在做，是是是是，业务一直萎缩下来，所以不是我们去做央行的业务，是因为央行早年是需要我们帮忙的，现在在转型，央行业务剩下40几个人，明年全部结束之后，我们会再把这些人做合适的处理，所以不是说我们把央行业务拿来做一个，不，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不可能，央行业务不是你要的就可以给，当然是他需求你的，是的，我只是说这个用人的人数了解。这个单位的庞大跟处理的业务跟你们设立的目的，我们觉得是勾不起来的。好，我们会努力，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吴董事长。好，我们有请我们吴院长。吴院长，不好意思。好，
院长。院长你好，委员好。传闻您一度是这个经济部长的热门人选之一，有这回事吗？这个有接到电话吗？我没有接到电话，谢谢。没有接到电话，有兴趣吗？谢谢您，这个我会在牛棚练头吗？不会哈。我想，其实严肃的说了，我们真的很希望说，中小经济研究院除了好预测经济成长的。例行的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你们历年来你们预测的这个准确率大概多高，但我想知道的是，除了预测经济成长的这个部分之外，也能够帮帮经济部的嘛？好，就是说，对于一些经济政策的评估，在幕僚作业的阶段，当然我们是认为你们是研究单位，是学术单位，好。那但是能够对于实际上的政策能够发挥一定的程度的这个影响力，但是也不用害怕，你们不是人家的幕僚，所以没有不需要谨守这种幕僚不语好的这个部分了、啊。你们要有那个学者的担当，学术机构、研究机构的风骨，也就是说，当政者，不管是经济部，不管是行政院，不管是国发会，他们的一个政策。不管是经济政策，或者是这个将来要发展国家发展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你们可以大胆提出不同的意见，好不好？好，可不可以？那你觉得现在行政院所提的这个所谓的扩大内需，他们我们习惯讲扩大内需，就是说减少货物税，像车辆啦，像节能减碳的这个冷气啦、电器啦这些使用，像旅游的补助，刺激的经济成长多少？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依你们的看法，我们个人认为是说，在景气不好的时候，政府推出一些减缓经济下滑的措施，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但是呢，各位也知道，这个额度并不大，所以在几十亿啦，就是民脂民膏很多啦，但是对于经济的益助是九牛一毛啦，对，它的效果会比较有限哈，有限到什么程度？我们估计目前估计可以带动消费多少？因为其实很多人就跟当年的消费券一样，是替代效应，而不是这个扩大效应了。所谓替代效应，说我本来要买的一包米、茶烟、油米、酱醋茶，哦，那本来是要买，现在用消费券来买。那原来我的这个原来买那个的现金，我没有拿去花别的，所以没有产生那个扩大消费 的作用嘛？的确是会有部分的替代效果，可是，在总体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即使有替代性呢，它还是有部分的乘数效果。好，那你们有没有估计大概多少？我目前没有是确实去估计，但过去的研究经验的话，加政府的支出的这个乘数大概只有1.0几而已。一点多少？1.0几%。1.0几%？1% 左右而已。就是说我花这100块。可能只能增加1块钱的，一块多一点这样，多一点的支出。对对对，那可见进一步是拿人民的这个，如果说这个东西是被验证是真的话，那进一步是拿我们的这个钱。也不进来，我刚才讲是额外创造1块多，不是说那个额外。我当然知道额外创，你花了100块额外创造1块多。其实坦白讲，我们是花100块可以额外创造20块、30块、50块，甚至100块以上，这才有用啊，才有这个扩大的效果啊。如果是额外创造1块多，我放银行就额外创造1块多了，好不好？我讲的一点多是100块可以创造100多一点，一百多一点嘛，就是额外1块嘛。不是，就是创造100多块，加上原来的100块的话，就200多块了。应该至少要这样子以上啦。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详细的这个报告，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在进行？我知道国发会他们内部已经有做这个报告、政府的单位、政府部门讲自己好，卖瓜说瓜田，我们大家不大相信，我们比较相信牛棚念头的。假设委员有兴趣，我来回去请同仁再做一些。有机会哈、啊、，OK， 好，谢谢院长，好，谢谢。好，我们有请廖国栋廖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次长跟中华经济研究院跟台湾地理中心。好，委员早。次长早好。早。这个我们的出口啊，连13黑，甚至14黑。
但是最近有国外的媒体预测，或是研究单位预测啊，说可能半年之后台湾的经济会好转。我不晓得，次长您自己做这个事务官到政务官这么多年，你自己的观察怎么样？整个大环境来说的话呢，确实是这一段时间呢，整个的国际的需求都衰退哦。那看起来呢，隐隐约从现在的相关的资料里面看起来是有在收敛啦，哦，收敛，哎，啊，有在收敛的话呢，大家一起看是不是下半年哦，下半年应该呢是会。你也认为我们的出口可能会扩张吗？会增加吗？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大概还要再努力，因为呢，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现在新兴国家它自己的产业的这些供应链慢慢也建起来了，所以台湾呢要面临的是产业要升级跟转型，还是要靠自己，因为自己练完兵以后呢，竞争力有了以后，可能市长你讲到这个创意的部分、创新的部分呢，我就想到我昨天跟你一样在这里对话的时候，是我就说到了我们的 HTC， 嘿，可以从最高端突然跌落到谷底啊，到谷底。有人就讲他们就是创新不足嘛，是，所以我昨天就问你嘛，你自己的看法对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予以协助？是。那今天中华经济研究院，你们作为一个研究的单位，对我刚刚所说的，有国外的这个研究单位说，我们后半年就会开始有回升，出口会增加，这个包括新台币可能会贬值等等这些预测。从研究单位的角度来看，你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吗？谢谢委员。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调查问卷的话，目前像购买经理人指数，制造业方面呢，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但是我们的非制造业，它的出口的表现呢，就还是在持反，所以整体还看不出来，还是这个虽然有止反的现象，可是还没有说很明显的翻身。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半年之后会好转，你们看这个趋势有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状况吗？一样，我们在制造业对经理人问的话，未来六个月呢也是连续两个月都在50，已经扩张了，就是制造业方面呢比较审慎乐观，可是在服务业方面呢，我们连续11个月还是在50以下，虽然说那个趋势有慢慢回升，可是那个幅度呢是很缓慢的，这样幅度不大，对，可能也看不一定会看得出那个成效出来了哈。那我想再问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作为一个经济研究嘛，哈，就是帮助政府研究整个我们的经济的结构跟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你们最近一直连续十几黑这个时期啊，你们有没有过跟政府谈过？怎么样去让他重新再起，让他能够回到正轨，能够让他有成长？我们事实上很多研究报告都指出来说，在这个景气迟缓的时候，对本身的法律规章管理制度，或者是一些中央地方各部会的整合这方面呢，如果能够加把劲，提升人才的流动性以及增加产业的活力的话，在景气恢复的时候呢，应该是可以展现它的优势，这样子。不过有人说你们只管开会，只管演讲，就是没有实质的对政府的一些提供建议还是什么的。你对这样的一个评论，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同仁不太公平，不公平是吧？智库呢，这个是努力的在尽我们的，像说比较独立客观的来做这个研究报告，提供行政单位来参考。那行政单位当然他不只是考虑经济的议题，他可能要考虑其他面向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建议不见得可以全盘的接纳。所以你认为你们已经善尽研究单位啊对政府提供了相关的建言，你们已经善尽？我个人认为是我们的同仁已经善尽这个责任了。好，因为这个次长，我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外国的研究单位就是德国的 IFO， 你也知道，你也看到这一篇报告了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报告，当然我们会欣喜啊。所以如果半年之后果然台湾的经济因着出口的扩张，包括相关的这个
这个刚刚董事长讲的，我们的制造业已经开始有这个扩张出口扩张的这个状况，我们当然是希望看到这个信息是真的了哈。你再做最后的评论给我看看。这部分来说的话，可以说产业界呢一直在这一段时间也一直在调体质哦，调体质。那调体质的话呢，就是在谈找出关键的问题。那问题呢，大概几个东西要来处理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呢，大部分都是朝着这些中间材啊，我们要找出关键的技术跟零组件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工具机里面，我们最关键的 controller，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的法人科专、业界科专、学界科专都进去了，而且这 controller 呢，过去呢都是从日本富士山下的 FANUC 进口，现在呢已经我们三成就是国内自己来供应。那这个部分的 controller 是核心，核心呢会提高我们整个工具机的附加价值，这部分会从这个部分 来切入。OK， 那这样才能健全产业的发展。好，因为时间不多，我就把这个话点到这里。我问一下那个台湾地理资讯中心哈，委员好，地理中心你们的主要的业务有哪几个是大项？跟委员报告，地理中心目前的业务大概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央行从1963年留到现在的外汇登打，我们的总经费一年大概1亿2千万，央行业务大概6千万左右，另外一半就是我们接各个单位的。我说你的业务内容，因为时间不多，你告诉我你们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跟委员报告两个部分，一个是央行的外汇资料登打，另外一部分就是包括农委会、国发会，还有其他单位的资讯的处理，地理资讯的处理。不是，你这个名称是国土资讯系统，怎么会跟央行有关系？那是一个部分的业务，没有跟委员报告，那个部分是国发会的业务。国发会的业务？是的。那你名称是地理中心？跟委员报告，这个单位1963年成立的时候，名称叫做中华电脑。是当时候负责从国外引进电脑资讯系统，在政府单位扩散的第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台湾第一台电脑从这边来的。这个单位在，所以你这个名称不对啊。2008年的时候，这个单位改成台湾地理资讯中心，为了要顺应政府推动地理资讯系统的业务。所以你们应该也要转型吗？不是吗？我们正在努力，一半业务就跟地理资讯有关，没有。但是你现在一半的业务还是什么中央银行的业务啊？跟委员报告，央行业务明年年中就要结束了。所以明年要结束？是的。所以因为未来的重心是什么？重心就是地理资讯，我们正在努力转型。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我查阅了你们的这个资讯系统的九大资料库啊。是。非常重要的台湾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地区的资料缺如，根本就没有。跟委员报告，你们应该把这个当作一个重心之一啊。完全同意，但是跟委员报告，目前这些资讯 的那个架构是各部会负责，我们是把资讯收过来而已。但对啊，你们就大数据啊。我们的指导我们会来努力，完全同意，是的。明年底才会转型是吧？明年年中，我们正在转型，不是明年。不是说明年才转型，是因为央行业务要收回已经讲好多年了，我们正在努力。那个次长，是的，你看名不正言不顺嘛，明明叫做资讯地理资讯中心是搞中央银行的业务，我第一次听到，以前都没有问过哎。可能阶段性的任务告一段落，就是要加快来转型。刚刚董事长提的这样。务实来讲，我再强调一下刚刚我们有关原住民的相关讯息，因为它就是资讯中心嘛。对，这个应该你那边是大数据，什么数据都有。对，那讲到地理资讯，占有台湾60%的土地的原住民的区域的状况，你们一个字都没有嘛？现在这部分刚刚董事长讲，他们会加快脚步哦，呀、yeah, ，加快脚步来。这个我们会有一个临时提案，希望你们很快的、啊。把这个当作纳入你们重要的一个工作跟资讯的收集，好不好？好的，谢谢委员。好，那我想我们中华经济研究院哈，我们院长、副院长这边哈都很受人敬重，我想就请你们坐前面哈。那也跟各位报告，我们立法院这个新的院长来之后要做改革，那未来的执行方式哦的位置可能也会做一些调整，正在讨论当中、评估当中哈，可能就会比较舒适一点。好，我们有请徐永明徐委员。
有请次长。 好，我们有请沈次长。委员早。次长好。好，招委各位先进大家好。好，那个其实次长我也很认真看你写的你们交的这个书面资料。好，在第三页。好，是这个预算年度报告里面的第三页。好，是好，你们讲到说其实你们有个目标是希望提升这个他们的财务自主能力嘛。是好，那有没有什么机制跟，因为我看了前面你们除了书面查核，每年书面会有个书面查核， 年度终了会有个书面查核，那至少每三年对主管的财团法人进行实地查核，每三年啊。好，所以我就说啊，你如果要让他财务自主，除了这样子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措施啊？这部分来说的话，我也跟委员报告，以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要求政府的这些计划里面啊，我们这些先从产业界筑筹款要提高，那产业界筑筹款提高，相对政府的补助就少啊，补助少的话呢，相对呢这些法人，可是次长，我看了一个数字以后就觉得真的有在做吗？还是说这个诱因够不够？我们可不可以请技术处的副处长，好，我们一起来一下。好，这个次长还有副处长，你看好。法人科专啊，好，就是我们希望他有更多的财务自主能力哦。他申请这个科专的通过核定率，核定的通过率是100%啊。好，100年、101年、102年、103年。副处长，能不能跟我们讲他这100%是什么意思？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事实上，因为我们科专的运作是分几个阶段，在规划阶段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已经进行筛选了哈。那因为我们进行筛选是说，我们先做一个策略的规划，把一些产业的意见纳进来，同时也会做策略的布局。是是。哎，所以在规划阶段就已经做过筛选。那我问你，那业界科专核定通过率62%、59%、94%、102年比较高啊。按你说，小型企业的研发计划核定率就很低，都在50%以下。我的意思是说，副长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市长你也看到这个数字啊？这会让法人科专，你这些财团法人会觉得我只要申请就有钱呢、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昨天讨论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他大量依赖政府的计划。好，那副处长，我这边想请你来解释，是说那为什么业界跟小型企业研发计划通过的就这么低？你知道，相较于这100%，你给一个外界印象就是说啊，你本来就是，我们不要说官官相护了。这我觉得刚刚我们这一个罗副处长提到的，以后我们在资料的呈现方面啊，过程要出来，或者结果论的话会误导那个结果。对啦，会让人家觉得说最重要。不止结果论欸，不只是这100%，让人家觉得说会不会比较偏好？这我觉得会让社会误导哦，说好像政府都是在偏袒法人。对。而且这个数字很高，我知道，这我们市长你看一下，不只是100%的问题啊，是经费101年128亿啊，法人科专啊，到105年133亿啊，这中间每一年都130几亿以上，也就是说通过率，好，刚才市长讲说啊，这是数字呈现的问题，可是你会让人家觉得说通过率100%，拿到的钱100多亿，那我们回到前页。那副处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业界科专啊通过率低，那他拿到多少钱，约略多少钱？我们一年大概业界科专的经费大概将近20多亿。20多亿、哦、但是补助的一部分。回到后面一页。那法人科专130几亿，零头都不到。跟委员报告，因为在业界的一个这个辅导方面，技术处是扮演一个比较前瞻的部分，当然像其他各部会也都有相关，像工业局也有一个创新平台的计划，对，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分工的搭配。处长、副处长跟次长，我们今天看到数字是这样，通过率100%，经费非常高，130几亿，那成效如何？次长，你觉得成效如何？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大概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些技术的部分啊，都是从工业局这边他的这些产业推动办公室去掌握这些需求，就是技术的切口，技术切口在 feedback 回来到前瞻的部分就是技术处，然后技术处就会去
分析，这些是要利用法人科专、业界科专、学界科专。市长，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你下面几个中心，药剂中心、实质中心，我找比较差的了。好，这个所谓平均计移转的收入比啊，也就是说他投资的金额跟他移转的收入比，药剂中心 3.1%， 不是 3.95 啊，多少收入多少300万，可是平均经费投入101年到103年，好，这百万为单位都上亿啊，啊，结果只拿到300万的这个移转收入，这不是一年哦，这是101年到103年的平均，这是绩效比较差的哈，甚至工研院我们觉得应该很不错吧，这个移转的收入应该是赢上亿了，可是其实因为你投入更多，好，这个投入这应该百千亿83亿，好，所以市长这些绩效，我们只能说我们给他很多钱，我们让他通过率这么高，可是绩效很差啊。那这个部分除了你书面报告每三年审查一次之外，你部内有没有统整一下去检讨一下？就像你讲嘛，技术处其实是个 controller 嘛。你刚才前面一个质询里面讲到，你希望你控制它，你要提供诱因，对，你必须 push 它嘛。对，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比如说像这 controller 来说，我们请法人去研发出来以后，我们就要求要寄转给 controller 的民间业者。对啊，可是你看这个比例。对不对？好，我投入了2亿，只有300万，这个比例，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这是比较差的了。从药剂实支，好，5.6%、7%，自行车中心应该现在是最 popular 的吧？8%，这几个就是比较小型的法人的部分。工研院是大型的，对，它是属于比较大型，它做比较前瞻的。下一个市长，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这个我上次也问过，还是再问一次。我们用专利数来评估绩效，可是有问题，因为很多专利没人在用。对，我们花了很多钱在做什么？维护费用啊，光是104年维护未使用的专利费用就是6000多万，每年其实差不多都是几千万在那边花。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些筛选？有，好，这种6到10年尚未使用，就钱就不要花了。104年还花了3700多万。这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就是责成这些法人一定要成立一个小组来 review 这些所谓专利，而且这些 review 的 member 这些委员都是来自业界，由业界来看。像我们是这样，是由业界吗？我收到的消息，你们前面回到前面。这个省这个法人科专只有一个业界代表，是不是处长？是不是那个专利的部分是由业界？然后刚像在省这些的话，我们有外面的学者、专家、业者、专家都会一起进来。市长，对这个比例哈、太悬殊了。这我们要来加强，因为任何东西都是要由产业界来背书。这个太浪费钱了，做了一大堆无用专利，那因为你用这个当绩效。以后不要用这个当绩效，回到前页，可不可以用这个当绩效来看？哦，对。如果你像这样的话，连工研院都要被检讨。哎，这部分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强调的就是这些 R 跟 D 的东西，到最后就是要计转跟落实到产业界所用，这才有意义的，这是才符合政府呢来交付给这些法人去做 R D 的。资料实在很多，实在是没时间哈、这个。对。最下面一个哈，就说你集中太多，比如说在工研院资策会就拿了很多，其他16个挤在一起，可是其实绩效也都不好。下一个，更重要的是你这业界的大部分都集中在北部，我真的要帮中南部讲一下，拿到的比例非常低，南部才15%，这个我跟中部21%，大概中南部是1:1啦，这我们都有注意，而且呢，我们在审计划都是就地审查，不会说这些中南部再跑到台北。我当然知道，因为很多企业或者说很多法人都集中在北部啦，可是我觉得，要如果你真的好像我们招委就最关心这个事嘛，对不对？就说你很多经费，其实你要注意到地域，你投入越多，而且呢，我跟委员报告，这些主审委员就地。这样才能符合在地化。我是希望回到第一页，是，我是希望这个比例是未来能调整一下，不是调整啊。那第二个，你对于法人科专这么好，可是他绩效这么差，你的一些评估的标准，
不要再从专利数出发，因为专利数很多都不用嘛。我们来检讨，这个就是你移转回馈、移转的绩效。对， 对， 对，好，这不我跟委员报告，工业服务作为绩效，这是最实的，最务实了。这个跟政党轮替没有关系，换了部长、换了次长以后，这个东西还是要持续下去，我知道，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有请陈明文陈委员。好，主席，我们请处长。有请沈次长。好，这个中华经济研究院委员早。早。还有这个台湾地理资讯中心。有请陈董事长。还有专利检索中心。有请王董事长。好。好，次长，今天来报告的是三个财团法人。总资产我应该算成加起来20多亿个哈，21.73亿，但是总负债将近有3亿哈，是将近有3亿哈。那我不了解为什么中华经济研究院会有负债2.72亿，是什么道理？什么原因？你能先说明一下啊？这部分要不要？你们今天都没有明细呢，负债的明细表没有说，没有拿出来，为什么？啊？要不要来的说明一下？好，赶快说明一下。好，委员好。那个可能是因为提拨的那个员工的这些退休金这些相关的。什么提拨？你们这个2.27亿的资产负债，负债好像已经很多年了呢。是啊，因为我们你不知道你有负债吗？我们有负债，但是短期的话，那是一个银行的融通，可是我们。基本上是没有这个2.27亿的负债是短期的吗？啊？这样好了，我们财务部门来答复。这个退抚金的不是啦，你连这个很清楚，资产负债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财务情况，你负责人你不知道？对，我们是退抚金的准备有1.7亿，就是退休的那个。我要再问你负债。你跟我讲、啊，那是负债啊！我知道这是里面的一环。我说2.27亿里面为什么有负债？因为有、啊、这些负债有没有在偿还？这个是资产负债表那个表里面的负债，有的像应付账款啊什么，我们都会加进去的。但是我们这个就刚刚您讲的比较长期的，是1.7亿是员工的提拨的退抚基金的这个准备。嗯。还有呢？其他呢？还有1亿多呢？我们的应付所得税是2，好啊，没有应付费用是这是多少？3200多万。好，好，好，等这个我们再审查这个预算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检讨了哈。我只是觉得说，你们应该今天到。立法院来应该把负债的明细表、哦、送来，好不好、哦、包括今天在谈的这个地理资讯中心负债3660万啊，为什么会负债那么多？啊？为什么？报告委员。这个负债其实是因为，就像刚刚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状况一样，这是应付的，或者是因为业务上面欠人家，并不是因为资产上面有负债。跟委员报告，我们那个办公大楼是自己的资产，这个对你的资产才3亿多啊，但你的负债3000多啊。是啊，跟委员报告，我们的办公室、哦、我不知道你这个地理资讯中心为什么负债会那么多？跟委员报告、啊，流动负债是因为我们。在业务执行过程当中，还没有付给人家的钱，不是我们欠人家钱的意思。好，是谢委员。专利检索中心呢，董事长，我们资产才6000多万，我们负债为什么那么多？是那个，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它其实是那个会计编列的问题。那在专利检索中心这个部分，其实是主要都是员工的薪资的部分。哎、欸，你这个专利检索中心是在你手中成立的嘛？哈，是，没有错吧？哈，是。对，为什么要成立？那这个就是整个当时那个
清理专利积案的时候，就长期来讲，觉得可以比照这个日本跟韩国的模式呢，成立这样的一个外围组织，然后他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检索报告。大家都很怀疑哈，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中心呢？哈，事实上，这个著业财团、著业财产局就是著业财产局是一个公部门，你再成立一个法人哈，财团法人啊，来服务我们的公部门，这个就觉得很奇怪哈。我想，事实上大家都很注意哈，101年在你手中成立这个，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它的一个目的哈？啊，这个目的是长期的目标，还是有阶段性的一个目标？我是不了解。如果是阶段性的目标完成了，事实上应该裁撤就可以裁撤。它是长期的目标，它是长期的目标，所以才会用成立财团法人的模式来成立这样的一个单位。哦，我们建立主席，我们应该去考察一下哈，完全来了解一下专利检索中心哈。我是建立主席，就是说我们的财团法人那么多，40几个，那我们选几个哈重要的一个财团法人，我们事实上利用这一个礼拜哈，后两个礼拜哦，两位召集人都在这里，我们安排一下哈，我们都会到财团法人哈去实地来了解，因为短短的十几分钟说要问出这么多的一个财团法人的一些问题，事实上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哈。比如我们简单看到3家哈，这个财团法人哈，事实上都是属于住户型的哈，但是他们的负债会是这么多哦。譬如说这个专利检索中心哦，他的负债哦是2800多万。哦，地理资讯中心哦，它的负债是3600多万，哦，这样子的一个算法的话，事实上，你也是讲一年，我来就讲专利检索中心一年43亿、43万，啊，你是老顾家行的，行现在执行的了，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了哈。所以我们是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们会针对这些问题来继续来跟哈，各位做探讨。好，三位请回哈，市长。另外，我再问你哈，我昨天有特别提到自来水公司的人事案，是，好，那自来水公司的人事案这一次哈，是，它是违背立法院的决议，也就是说部长在立法院哈，向经济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当面承诺，就是在交接期，我们不管是台糖、台电，哈，还有这个自来水公司，这些国营事业都全面哦人事冻结，没有错吧？没有错吧？哈，但是为什么自来水公司会在利用这一段时间来做这个人事的一个调动？你有没有去了解？我有去了解，有同仁告诉我说，现在院里面呢是针对这些董事长跟总经理的部分有做这样的一个管控。那以下的部分没有，不，这个自来水，我讲的，不管是你行政怎么去管控，是，但是部长在立法院3月份的答询就很清楚喽，就是讲专门哦，所有国营事业 A 金是专门冻结喽，哦，这是伊伫法院给咱做的一个承诺。那应该照理讲，基本上经济部应该要通令所有国营税，为什么没有通令下去？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通令？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我们要不要追究责任？啊？了解一下看看。你还要了解什么？那我再问你了哈。你敢知影讲，因是安怎要甲调整这个人的职务？你敢知影什么？这老实讲，这我唔知。啊？我唔知，因为我昨跟你讲，你就应该知啊。因为我昨因为董事长想讲退休了，还要阁实质来掌控自来水公司啦。所以他们这一次吼，看起来拢是副总工程副处长啦，但是因未来10年，因拢有可能变处长、变副总经理、变总经理啦。所以10年来，伊拢还阁会当控制这些中阶干部啦。所以起码伊怎甲这套这些人吼，安尼急速安尼甲培养起来，配合什么计划？你敢知影？你敢知影？我今天要在这里吼，是爆料，配合就是咱咧降低所谓漏水率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从102年到111年，总共有795亿，其中645亿，特别用在什么？用在太旧
汰换老旧管线这个计划。哦啊，所以这就是有一个计划。哦，这个人数布局不是单动，单单在做小做人情尔，不是啦，没有那么单纯。这我来给委员报告，所以我来请国营会来检讨。所以哦，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但我是觉得这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要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你，处长是回去立即指示，哈、哦，自来水公司这些新的人事这个派任全部收回。结果等于我来把我、那個哦、全部收回。我想这个部分、希望、这个处长、回去要彻底的去执行。还有就是中兴工程顾问公司昨天来副总来这里打醒说，有十家主公司的营运状况，是都是盈余的、那我们是希望他能够罗列出来，但是今天到委员会来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是不是今天你能够回去？这个我请我们国会呢，把他要求今天下班以前送出来，把这些资料都送来。事实上，虽然盈余了，但是钱都看不到。好，我知道。赚钱是因为赚啦，但是都无就国库啦。所以这是一个监督的问题了。但是我们要了解，好，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明细，一定要公开透明，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哈，这些主公司、孙公司哈的营运情况。他们故意在规避立法案，我们就是要进一步要去了解，是 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哦，到底、这个这些这个政府监制的财团法人下面所设的这些公司哈、营运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他的钱是最好是落在谁的口袋了？我想这个我们是希望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事情哈、我们应该哈、要把它慢慢点点滴滴的把它好、转型正义哈、我想这是我们啊，这个新政府未来哈、也应该要对这个人民哈、要有所交代。所以这交接期哈、我们是希望很多的事情，我们希望哈、也让普惠给普惠出来了把它浮现无所谓，尽量公开透明。我想类似像今天哈、我们在谈的自来水公司的人事案也是一样，结果能够浮出来，那有怎样讲？哦，你有新官，遐人就是什么人？吼、哦，遐人的烦恼，我们要特别注意。我等以外专打官那个杨处长建议你。当即嘛，遐新官遐人痛哦，你痛，我即嘛都给警告，遐人烦恼，我们要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是希望处长你回去要立即外来专打，专打自来水公司违背这个部长在立法院的承诺。哦、我们这个所有的新的这个人事派令都应该收回。好，谢谢委员，谢谢。我们有请苏正清苏委员，有请苏正清苏招委。好，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我们次长，先请次长。有请沈次长。委员早，早，次长。刚才陈明武委员讲的有关于自来水公司，我也跟次长报告了哈，也跟您说，我的手机差不多在一个月前吧，人家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就已经跟我们开始爆料了， okay. 说董事长要在卸任之前会把二级主管一起全部发布，全部升上，叫我们要注意。当然。政府有政府的一个明列的规定的一个升迁制度，但是，次长，我在这边要问你一下，就是说，像针对自来水公司董事长，他现在即将卸任在即，而且院长也在院会里面有公开的宣示这一段期间的人事冻结，你觉得这种行为真的值得可取吗？那如果未来每一个所谓的包含着所谓的国营事业，甚至于财团法人这些，好，他们做这种动作的话，依你们现在经济部的立场，你们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来防范，或是像这样的升迁，他发布了，这是他的人事任命权啊，那怎么办？怎么办？这部分就是刚刚陈明委跟我们招委在关心的这件事情，我回去我会跟我们督导的负责督导国营事业杨处长转达，然后请国营会来了解。现在变成说以案来走。是闹了天大的笑话，而且是陷这些升迁他升迁上来的人于不义。
我今天在公务系统，我只要认为我有能力，事无不可对人言，为什么就急着这边要升迁呢？当然，一个萝卜一个坑啦、啊，这我们能体会。好、哦，在文官体系不外乎是努力，希望能够升职等，一直往上升嘛，对不对？大家也都是一路争取上来嘛。是但是像现在这种一个作为，就已经要交接在即，就已经即将要卸任，何苦来哉啦？我今日若是讲我是伫主要去公司好升到啦，我感觉讲对我是一种侮辱啦，并不是一种肯定，你知无？像刚才陈委员讲的啊，现在外界一片质疑的声音，那对当事者来讲情何以堪？所以我是觉得啦。市长是应该经济部要好好的去研议，像这个情况，那怎么办？怎么去补救？还是说我们、发布了就算？那未来这些人被都永远被列入现在未来的执政的这些黑名单呢？如同陈明文委员讲的啊，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图谋不轨的心态？还是他在厚植他自己未来的后方的势力？我觉得真的这是不可取。我也希望经济部真的要去彻底落实。为什么你们之前的教已经要求他了，他还敢这么做？那不是胆大包天吗？为所欲为吗？对不对？所以回去了解。所以我是觉得啦，哈，身为一个国营事业的董事长，如果连这一点都没办法自治的话啦，那台湾的这个文官升迁制度，还有一些法令的存在，那我们在这边谈它有什么用？好，所以市长。我就希望你真的要去好好的经济部要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看怎么样来对这件事情，要对我们、哦、全社会啦，台湾的一个全民社会，还有我们立法院要怎么来交代？因为你们直接就打了院长的一个耳光嘛，还是一定无拉底补回来底一立法院里来在亲在公共来帮我轰杯啊，说了就算了嘛，又怎么样？对不对？那不要忘记你们是文官体系耶。对不对？是好，这我是觉得这个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好，那接下来我请一下主席，能不能请一下我们中经院的院长好吗？好。好，院长啊，委员好。好，院长，你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多久了？第五年了。第五年了。外界对你风评。还觉得非常的好啦，齁，感恩。但是这是你们的预算书，对不对？这一本是你们的预算书，是你的预算报告，对。这一本是我们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所写的，你有没有看过？预算中心的我没有看过。你知道他对你们的评语写的是什么吗？他说预算书未依规定编制，内容欠完备，不利于本院审查预算，里面名列了好几样你们预算编列的缺失。谢谢委员指正了。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好，你说。我们都是根据经济部的规范呢，它有统一的。那难道预算中心所写的，就是不根据经济部我们预算中心所挑的毛病，它是随便信口说说？可能有一点误会哈，因为误会那所有跟你们挑出来的毛病，那预算中心的误会，那改天我们要调预算中心的人来，你们根据各部位编上来的预算，他们跟你们要求的都是误会。据我同仁跟我的给我的资讯的话，似乎每一个财团法人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可能我就是不够严谨嘛，对不对？好，院长，那我就问你一下，你们这几年的收支？总收总支有盈余，对不对？还是呈现赤字？还有盈余，谢谢。还有盈余，但是你们之间周间的收入，其中啊，你们来自政府委办的事项 的一个比例达到多少？去年的话77%左右。77%，那算高了吧？看用什么观点，因为我们的成立的宗旨是要。作为政府的智库，对啊，好，你刚刚讲的重点呢，要成为政府的智库，那所以你们就不用再去做其他的，那简单的讲，都是来自政府委办的一个所谓的计划向下的支出的金钱来支应嘛，对不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进来以后，我们的整个预算呢，大概成长了20%，但是预算成长20%，那我都能够把它维持到7×7、7×5、7×7之间。表示说它的额度对外的话，民间的方面是在增长，但是我们国内呢，目前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编列的福利措施是很多公务机关没有的？有没有？我们有些基本上是根据劳动部或者是其他机构的。你们有编三节福利金吗？对不对？对，三节福利金有。啊，国营事业可由职工福利金条例提拨。那我问一下，你们编这个三节福利金是根据什么？我们以一般公务机关有三节福利金吗？我们是因为是在财团法人的话，我们所以因为你们是财团法人，所以都没关系。不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啊，您给我编上编伙食费一顿中岛阁补助35块。委员，我跟您报告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关于研究单位的这个待遇，来，市长已经远低于这个韩国、日本。啊，我们只不过是说补助员工的这个伙食费的，我觉得因为大部分都留在院里面服务。来，这个、市长是。刚才院长讲这个，我知道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些公务系统的薪水远低于其他国家，但是我不能接受他这个论调，是说他编这个好像一个中午伙食费35块，好像是我在照顾员工。那他这样可编的话，其他财团法人可不可以编？一样都是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对，这个不，他中午编35块，对，那一般公务系统，你们恁吃中岛便当，恁中岛吃，恁敢无补助？对不对？那这些一般的基层员工，他们的公务人员，他们有编一餐35块吗？他们的薪水有够高吗？你觉得这样好吗？我今天不是咧计较是35块。我今日咧计较的是这个公平性。公平性啦、啊。你若知安尼，所有恁点讲，你们所有的财团法人，政府捐助超过50%以上都可以编，这样合理吗？这样会造成困扰。对啊。那为什么还要讲的好像理直气壮？我们今天我们的公务系，我们这个薪水远低于其他国家，我拢知嘛，但要整体嘛。今天你们受制于政府的法条规定嘛，他编35块合理吗？而且年节的三个奖金呢？所以，市长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为什么对我们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为什么有这么样要求？是以前我们要求的不够严谨，还是你们根本不当作一回事？对不对？是。好，所以我要说，很多我要拜托市长，是你也继续要在新政府里面要在任职。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到很多不同的、不好的一些景象在存在，现象存在。我希望真的要该改进的要改进，当然该奖励的我不反对。OK， 好。昨天中心社执行长他怎么讲？报告委员，我们中心社没有拿到政府的一块补助，我们自己去创造盈余。你昨天他们昨天是不是在这边回答的？人伊刚盖大声讲，我都无给政府的补助。我讲要讲对哦，所以你们今天他们编的三点五个月。一个大声一个来讲，我家己凭本事赚来，我咪可以政府一家银来。好，纵然中研院是政府的重要智库，但是不外乎是80%以上，70-80%。刚才院长有讲嘛，那我们其他的从外的额外的收入呢，难道没有办法去开拓吗？所以市长有很多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来检讨，我们觉得应该要深入的检讨才对啦，是好不好？是、哦、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我们有请张立善张委员不在，邱志伟邱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我想先请地理中心陈董事长。有请地理中心我们陈董事长。哎，陈市长，委员好。地理资讯中心啊，那政府捐助的基金比例是多少？跟委员报告100%，100%哈。是。好，我几个问题请教。在英国啊，英国它有一个国家地理空间资料计划架构哈，那它提供一个给全民的一个公共使用的平台了哈。那我们未来地理中心的地理资讯中心的相关的目的、相关的这个计划，能不能达成？
把台湾整个地理空间资讯能够有一个免费共享平台。跟委员报告，这个中心它的历史哦，是1963年成立的。当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帮政府训练资讯人员，所以这中心本来叫做台湾。对啊，所以它资讯中心，你的资讯严格我知道了哈。是。那你任何这个组织或者中心的目的要与时俱进嘛哈。是。所以你要跟这个民众的需求、人民的期待做一些连结嘛哈。所以我们希望如果能够按照这个 OpenGIS， 它是一个公共资源。让全民可以共同享用，你未来这个地理资讯中心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地理中心的资讯的那些架构是各部会的资产，不属于我们自己，所以是不能够公开，只有透过行政院，他们有在研议这个事情，研议好几年了，就怎么样收费？不止英国，很多国家都可以做到这个。是的，但是我跟委员报告，这不是我们中心自己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可以做判断。那未来可不可以装入你们未来努力的目标？可以是我们努力目标，没有错。感谢委员指导。OK， 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的趋势，一个产业的趋势。是的，如果你的目标或者你的这个定位还是停留在过去，我觉得这个组织的存在就有意义，就没有太大意义哈。你要跟产业、跟民众的需求做连结。跟世界做连接，提供一个平台。我们在这个方向努力是没有错的。接下来，你们的脸书啊，你看过脸书吗？你们上过，一年才88个按赞，没有人知道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们脸书也要花钱呢、欸，包括脸书的经营是要花钱呢、欸。我们用自己的员工在做这个事情了、啊。所以你要把你们这个中心存在的目的，它能够服务的这个项目，它的功能，你要做一些介绍嘛？是。你看，这一年才88个按赞，没人把你有这个政府，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出资100%成立这个地理资讯中心，没人知啊。我简单讲，我用报告，我家丑外扬不要紧啦。我们这个资讯的虽然叫资讯中心、啊、但是我们的网站跟脸书经营都不尽如人意。我们其实是从去年开始才努力在做改善，所以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对啊，你们是地理资讯中心，照理说你们人才应该很专业啊，哦，这个部分你应该做的比其他单位还好，是地理资讯中心，而且你们人才，我看你预算评估报告，你们人才，报告我们有100个人啊，对啊，然后大概有50个是刚刚前面报告过，是在帮央行做外汇资讯登打，那个是历史留下来的人。真正专业的在这个上面大概有35个人，所以你们这个中心的人力跟你所从事的这个核心的业务是不相关的嘛？不是，请委员容我说明，这个中心成立52年，前面的40几年都在做央行业务以为主，对对。目前这几年这八年多来才逐渐在转型，所以要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所以我说地理资讯人才呀、啊，你看，资讯人才才10位而已。地理的人才只有2位而已。公文报告。所以我知道你说的历史的严格，我了解了哈。但是你来到这边，你接受国际监督，我们提供给你一个好的方向。你要与时俱进，你要跟你中心设立的这个时代的意义存在嘛，互相连结嘛。所以你看这个人才，这个跟你们地理资讯中心完全不符合嘛。委员指导很对，我们真的在努力，请委员给我们时间。那时间是。很有限的，我希望你们最短时间之内提出改善方案。今天我也说一个临时提案。 好，谢谢陈董事长。好，谢谢委员。这个中青院，中青院请这个吴院长。委员好。哎，院长你好。那个院长，现在我们每年度的这个委办的计划似乎都是每年度递减了。那相对来自于这个政府的服务收入反而是增加的哈。那中青院到作为一个国家型的这个研究机构或者研究单位这个部分应当是要更多来自产业界的委办计划。那院长，为什么这个几个年度下来都是递减的？跟委员报告啊，我上任以后呢，我们整个经费来讲成长了20几%。那我。当然，就这个民间的委办的 ratio 是在有小幅的往下降，但到去年大概是77%，表示我们整个饼增加很大的时候，民间的部分没有跟上。整个饼有
有跟着大、啊、但是这个饼大主要是还是以政府这个委办的这个，但是民间有增加，但是没有增加这么多。但跟委员报告、哦、因为民间的这个委办呢非常不确定性，例如我们像日本叫日本三一地震以后，我们答应他我们连这个手续费都不加，只是两国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大学生的来往，那个我们是做纯义务的。像这种的呢，又它会占这个 ratio 的起伏很大，因为它是逐年编列递减。所以院长、哦，我是点出这个问题了哈。是是是，这个饼是成长的，但是对于这个来自于民间的这个委办计划是逐年萎缩的，也就意味着说来自于政府的这个委办是增加的。你们是靠政府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大，上次民间有增加，但增加幅度没有像政府这么多。所以要探讨出这个为什么民间委办计划会减少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提出改善之道嘛？哈，是是是。下一页来，南向政策，好，我们新政府非常重视南向政策，不管是从地缘政治或者地缘这个经济或者战略。南向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施政的一个关键、哦、那针对南向政策，中心有没有跟东南亚这些智库或者这些学术单位做一些合作跟连结？报告委员，我们跟东南亚大部分的智库都已经有合作，而且有些是进行这个双人才的交流。对，我们还有合作那个 FTA 的这个意向书的这个在合作，就正在都在做这些研究。研究计划的合作，对对对，没有错。学术的交流，共同举办研讨会，是。有没有哪些比较具体？像下个月的话，本来邀请我去，就像这韩国啊，韩国他二十几个智库，就东南亚二十几个智库合在一起，因为他题目是关于这个。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那个院长，你们针对目前。跟东南亚国家这十个国家是有哪些合作计划，或者你跟哪些智库学术单位有做任何的这个、合作、或者共同研究，把这相关计划是不是提供给我？可以。好，接下来这个委办计划，我发现了，我看过你们这个到今年五月十号之前的委办计划有八十五件，国发会一个委办计划，然后呢，陆委会有一个委办计划，计划名称完全一样。是三五个啊，对经济发展两岸关系。那为什么政府资源可以这样子？报告委员，他们通常题目是比较大一点，但是在研究的内容，在审查委员或委办单位，他都会加以区隔这样子。不，计划名称是一样嘛？那你这样同样的计划，那由不同的单位来委托你们，那你们做的计划会不一样吗？内容会不一样吗？我就很怀疑啊。我不是方向上一定会有所差异，所以你要有所区隔。你们在拟定这个计划名称的时候，就要跟委托单位去做一些讨论嘛。抱歉，这个计划名称是完全一模一样，我们公开招。那如果你们出来的这个内容不一样，那就很奇怪；数据也不一样，那就很奇怪。报告委员，这个题目不是我们定，因为是委办单位他这个公告以后，我们就参加竞标，然后这个我们很幸运得到这个标啊。那个国发会这个计划多少钱？我国发会这计划多少钱？我不太清楚，大概一百万左右。一百万也是钱呢。然后那个陆委会计划多少钱？大概也是一百万，也大概是一百万。那你们为什么要重复呢？好，所以不是说这个标到了案就有研究有做计划的这个意义哈。你们当你要政府资源，你们也是受政府委托的单位嘛。是，所以政府资源的这个分配应当是注意到它合理性，不要重复，好，谢谢，不要浪费哈、哦。这部分我会再咨询国发会跟陆委会。好，院长，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有请高志鹏高委员。主席，请沈次长啊。有请沈次长。委员早。早。市长是。今天审这个中华经济研究院啊。是。那中经院是政府捐助的啊，但是长久来，理论上它应该是要。能够有
寻找各界财源，提升财务自主的能力啊。但是一直以来，中经院主要收入都是政府委办计划的经费哈。从100年到104年的决算报告，连续5年大概都80%是政府的研究服务收入都差不多80%啊，然后甚至越来越高啊。这部分101年76%，102年79%，103年80%，104年是82.35%，都越来越高。那这样对国库不仅是负担，会不会也让中经院有组织僵化？然后就是也不用去免去偷谈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概我是不是也跟委员报告一下？哦，大概呢，中华经济研究院就是扮演一个就是政府的一个在经济方面的一个智库啊，然后呢，针对一些国内外的一些经济的问题，还有经济措施呢，来提供一些建言。就如同刚刚院长也提到呢，推动这些智库的外交，协助政府推动一些国际经济的一个合作，所以他呢就跟其他一般的法人比较不一样，像公研什么这些，就是建立了政府经费支持他去建立前瞻技术，然后所以他角色上设定本来就是专门要接政府的委办的事项，他也不用想去也不需要去接其他民间的。跟委员报告，照理讲，他应该也要多去接一些外面的民间的计划，哈，这样一起成长会比较好。这几年的趋势就是逐年增加，从70%到80%，现在已经到82%了。好，然后用人费用也都年年超支啊，哈，这用人费用在业务收入的比例年年提高，甚至用人费用的成长速度啊，还超过业务收入的成长速度。啊，所以这几年这5年的那个业务收支都是短错，啊，那而且在这种收支业务收支情况不佳的情况下啊，这个用人费用不断提高，而且啊还有很多公务机关都没有的福利措施，啊，我们看到它有3节的福利金，有托育补助，有伙食费补助，有健康检查，那而且这些项目。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你如果说他真的需要这些福利，你至少制度上要建立起来吧，啊，市长还是那个院长，是不是我请我们那个院长先答复一下？好，我刚才讲这几个福利，委员好，我稍微报告一下哈，可能您的资料跟我们同仁提供给我有点出，我稍微报告一下，就是委办的这个政府的。比例呢，大概是103年都是76点多，104年是77点多，好，是的确是有成长，好，就是还在增长中。但是我们在这个整体的那个预算来讲，我们成长的幅度呢也是蛮高的。这个隐含的就是我们民间的收入的这比重增加的幅度呢，没有像政府增加这么多。但我们会努力，的确，您指示的很对，就是说民间的收入是应该。多去争取，但您也知道，因为景气不是很好，企业对于这种长期的计划的这种委托呢是比较意愿比较不高的哈。第二呢，就是关于您说我们这个金收我们收支是这个要怪谁？现在事实上照市长讲的这个，你们是要负责当政府的智库啊？那现在是经济不好，经济不好，那应该也是你们的责任啊。是没有错，您指示的、啊、对。但是就刚才讲说我们。那、啊、你现在说是因为经济搞不好，所以我们 的这个民间也近3年来，我不管民间承包事项也找不到，那这个算要算该算谁的？是我们院长还是院长？我看到的哈，那个我们不是说你们不应该有什么福利，但是福利大概都要有一些依据的哈。你比如说托育补助，大概还有在你们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的托儿津贴办法里面有提到。啊，然后伙食费补助啊，又有一个什么刷卡原则，但是三节福利金跟健康检查这个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依据，你至少要有所依据吧？
报告这个部分是不是你们不？你们觉得应该有这样的福利或怎么样？那至少有个标准啊，有个法律依据，你至少有个办法吧，有个内部的办法，不是你们高兴给就给啊。是，报告委员，刚才也有委员指正啊，我们将来这个只要部会统一的规划，我们就遵照这个规范来这个办理这样子。啊，另外市长，那请教哈。是的。财政部5月9号公布4月的出口统计哈，已经连15黑了，出口衰退已经连15黑，是金融海啸以来最长的衰退期，连15个月负成长了。是。啊，那啊，进口的年每年啊减少了9.6%哈，是。出入相抵哈，4月份是出超48亿。啊，一年增加了3亿美金呢，啊，是美金的哈，所以这个这样的情况哈，我认为是就是马政府在这施政里面太过依赖中国，然后受红色供应链的影响哈，啊，那连前国民党的大掌柜刘太英哈都说。他赞成蔡英文说的，不能太依赖中国了哈。那再来，不管是新南向政策或者全球布局，我认为都是过去政府努力不足的了哈。是。那你本来当了市长，未来要担任政治，就这些部分啊，我只问你了，我就问你了，那个，那你赞不赞成刘太英说的话？这部分我觉得呢。我们整个的所谓的产业在整个全球布局应该是多元啊，是多元哦。然后呢，产业自己呢要加快升级转型的一个脚步哦，来强化竞争力，然后做好全球布局，这样比较不容易呢受到所谓的单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影响的冲击。所以你也同意嘛，也不能太依赖中国嘛，不管新南向政策、全球布局，这个都应该做的嘛，对不对？啊，是的。啊，市长，那也我们要期许你，就是你之前这8年在马政府啊，或许受限于你的职务啊，或者是你知道听命于上层哈，那再来啊，我们期待哎。你是要相助未来的这个部长，是啊，所有的这些，不管新南向政策、全球布局，或者怎么样拼经济，哦、啊，我们希望你自己也有一个浴火重生这样的一个啊的一个思考，啊，是我们会不会啊会不会登不起来不？啊，就是我一直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把台湾的经济呢。就是大家期待的，就是要把它翻转呐、啊！翻转呢，大家一起努力哦、啊，这样，一起努力，一起努力是大概几件事情，大家一起负责任，你不用负责任的样子。不不不不，这个大部分我们就是经济部的同仁，我们大家真的是就是刚刚委员期许的，就是所谓的用浴火重生这样的一个哦态度来面对这一件严肃的课题。啊，市长，那好好加油啊！是的，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有请曾明忠曾委员。啊，主席，麻烦请啊、吴院长。啊，有请吴院长。院长好。你好，你是国内极为少数的景气的预测专家，给你讨教。今年依照主计总处的预估，今年的成长率是 1.47%。请问院长，您认为今年的 GDP 的成长率是多少？谢谢。事实上，目前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哈。那我们中经院上一次估测发布是 1.36%，1.36%，因为第一季是-0.84%，是没有错。你超过1%，有可能吗？达得到吗？当然，下半年若是说第三季以后呢，比较成长比较快速的话，也有可能达到1%以上。
那林权准院长他说保一有困难，保一做不到，您对他的讲法？的确，刚才跟委员报告，就是目前的整个国内外不确定性很高，这个时候去猜某一个确定的数目，这个风险是蛮高的。那您认为保一有可能吗？有机会超过 GDP 的成长率超过1%，有可能吗？就目前国际的各主要机构，实际上把台湾的预测值都还是维持在 1% 以上。那我们目前的趋势判断来讲，虽然说它的不确定性很高，以目前减反的趋势有趋反的话，在年底若是力道稍微强一点，是有可能在 1% 以上。可是假设说目前的恢复的趋势又持续的疲软，那可能就达到1%的可能性不高了。是，所以林权院长是预先打预防针哦。因为假设您，因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不敢不敢，保一都还有可能，但是林权院长预先打预防针，认为保一有困难，保一做不到。好，这个问题就讨到这里。另外给你讨教一个问题，过去台湾的经济发展都是追求低通膨，那低通膨的结果也造成低成长，也造成低薪的结果。我看过去20年来的通膨的比率，20年来台湾平均是 1.1， 台湾平均是 1.1， 香港跟新加坡是刚好都是 1.7， 那韩国是超过3。所以最近有人来提议，因为 GDP 它是实质的成长率，那假设低通膨的结果造成低薪，那有人建议说，那台湾要不要定通膨的目标？尤其现在很多的国家定的通膨几乎都是2%。那以过去20年来看，台湾的通膨的比率只有1.1%。那假设未来几年把台湾的通膨把它定在1.5%到2%，院长，您赞不赞成？我个人是蛮支持的。是，好，您这个答这个很有学问，就是个人支持，但是不合适用中经院的院长来表示这个意见，所以再一次跟院长讨教，就是从学理上或者从专业上，我们来定台湾通膨的目标，你是赞成？因为通膨目标它是很多中间目标的其中之一，每个国家因为它的环境不一样，选不同的中间目标，但以通膨当作一个中间目标之一，我觉得我个人是支持的，因为毕竟过低的通膨的确对整体的这个活动力会比较压抑的作用。没有错，尤其20年前我们的国民所得 for capita 远高于韩国，但是现在由于韩国的通膨过去20年的通膨比例我们只有 1.1， 但是超过 3%， 所以他现在国民所得，每人的国民所得已经28,000，接近30,000美元，但是我们现在还在23,000左右。所以我是主张虽然央行不同意，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跟大多数的国家跟院长说明，现在已经有超过世界上有超过60个国家都定通膨的目标，那几乎超过30个国家是定在2%，所以就专业上，您是赞成来定通膨的目标？报告委员，我个人是支持，但是呢，整个通膨目标的设定呢，它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套措施，没错。他一定要有一个 forward looking 的这种 guidance， 否则的话他会流于一种形式，而且对经济不见得是会有益的。没错，而且尤其台湾的所有的民众过去都比较倾向要低通膨，尤其物价要偏低，所以整个全民的共识必须要先把它建立起来，那建立起来之后再来设定目标，再来推动，基本上他要有一定的建立的过程。所以就您，那假设再问您一个问题，假设要定这个目标，
我们先从学理来看，你认为要定的大概多少是合适？像刚才您提的 1.5% 到 2%， 我个人是觉得很好的 range， 因为过去来讲只有平均一点多，你一下子说要把它提升到过高，这个也是不是很务实的。假如是慢慢的以这 1.5% 到 2% 之间，而且是根据我们计算 potential output 跟自然失业率的这个大概的 range 去定，这样子是比较合乎这个通膨目标的这个法则。是，其实我也知道央行反对，因为过去央行都追求低通膨是它非常重要政策，因为低通膨是可以维持国内经济稳定、货币稳定、整个金融稳定非常重要的基础，我也赞成。但是过去20年来经济的成长，低通膨造就了低薪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未来必须改弦更张，所以我基本上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但是如同您刚刚讲话，要有很多的配套，要有很多全民要有这个共识，所以我也希望中华经济研究院一起来推动这一项的比较跟过去货币政策比较不一样的政策。请问院长赞不赞同这样的想法？好，谢谢，我们尽力，我们一定努力的去做。谢，我也知道了，这个院长会有面临很多的压力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好的政策，我们一起来。跟您说，我提出这个想法，其实外界学者很多有相同赞同的想法，但是几乎都不敢站出来讲话。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政策，我希望借这个方式能够打破目前非常闷的经济，能够打入一个新的强针剂，能够让彻底解决过去低息的情况。当然这是一个方式之一啦，大家一起来。谢谢，谢谢院长。谢谢。好，我们有请刘世芳刘委员。谢谢主席。不好意思，我想还是请吴中书院长，还有经济部次长，好吗？有请沈次长吴院长。是，我想我还是关心呢、现在有关经济发展的问题。我想，您好，次长跟院长大概了解啊，我们新政府上台之后啊，蔡英文总统希望有五个大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面向嘛，哈。那很多我们的朋友都会提到，前面的四项呢，大概看起来都是一些原来旧的一个政策，只有一个国防自主产业是新的部分。那我今天想要就除了国防面以外，想要就这个经济面的部分啦、来请教一下次长或者是院长哈。就是前两天呢，我们的准行政院长他有提到说，未来我们的这个预算呐、可能要朝着减人减事来发展。但是好像对于国防自主产业啊，变成另外一个经济成长新的动力呢，是不是刚好是相反的？因为他有提到，原来国防部有希望能够采购这个66架的高教机啊，那个大概高达690亿元的新台币，好像会暂缓。那我想要请教一下次长的高见，那同时我也要请教一下吴教授吴院长，就是对于这种内需型的这种国防自主产业，对于我们经济成长动力上面的帮忙大不大？也就是说，是经济面大于国防面呢，还是国防面大于经济面？那次长请先。好，谢谢委员。首先呢，谈到就是所谓的国防工业这一块来说的话，那过去呢大概都是直接呢外购，没错。现在呢，利用这一个所谓现在整个在不景气，我是希望呢利用内需市场，内需市场，然后有计划的呢衍生的这些商机，然后来盘点国内的能力能量，然后有计划的来培植我们这一个国防的产业。那现在有两块，一个是高教机，一个就是潜舰的部分。是。那现在我先来谈高教机来说的话，高教机大概60多架，66架。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跟国内的业者谈过，包括汉翔跟国内的这些航空的零组件的业者也都谈过。那这些业者呢，有期许也有期待。那所谓期许的话呢，是希望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好好去谈出来。因为过去我们在 IDF 有这个能力跟能量，但是呢，他们是希望说汉翔来整合，但是呢，一定要带着国内的这些机身、机架、哦、尾翼这些呢，全部盘点出来以后，把整个产业链要带起来。那最重要就是要有练兵的机会。是、哦、我可不可以跟次长、稍微打断一下哈？我也想请教一下那个吴中书哈院长来跟我回答一下，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如果我们真正投入这些，几乎都是在内需啊。对于我们自己内部的经济的成长，除了创造一点工作机会以外，到底有没有帮忙？是，委员好啊。就这个问题的话，各位可以从这个美苏冷战以后的美国国防工业跟民间企业的合作呢，大概可以观察它的效益。因为国防有些这个技术呢，它是可以跟民间合作，而且我们台湾有很强的机器零组件产业。当然在将来合作的时候，在国防上的是要考虑到，可是加促进这民间跟国防的整个这个研发的或者是整个制造的提升呢，不只是说这个我们讲金额的这个刺激，它对很多后续的，刚才市长提到很重要，产业链的兴起呢，这是很重要的。这样子我们还能够提供其他国家呢相关的这个零组件的这个。那我想直接问一下那个吴院长，你会不会觉得说下一年度的预算呢、啊，预概算就要编列相关的经费进去，还是会拖一下时间？因为第一年呢、啊，新政府上台的时候编列预算，大概都会以这个旧的预算为主。那这里面相当多是新的预算，会不会拖延？还是你认为说其实可以赶快投入？我想这个是方向我们都赞成，但是在于怎么样执行的期程方面呢，可能内部会有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觉得说我们不需要投注那么多纳税人的金额，有的人觉得说现在就要赶快开始，因为你不开始的话永远追不上。的确我个人是期待，就是已经编列有预算的应该是如时程加速去执行，毕竟呢这个国际的产业的竞争，它不会等我们的。好，那假设说要额外增加的资源的部分，当然还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是，那次长您的看法呢？谢谢。我首先呢，现在把刚刚我没有讲完的部分，就是高教机这个部分啊，是应该要去结合国际大厂。那国际大厂它的规格跟订单上手上也有好几百架，那再加上我们的69架起来大概四五百架，这样达到一个经济规模，然后又能够达到有国际规格，这样的话呢，那给国内练兵的同时又走向国际市场，然后呢纳入国际大厂的供应链体系，那整个起来来说的话，国内也解决，然后又能够走出去，这是第一个。那你认为第一年的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编列进去？那在经费预算上来说的话呢，应该如果能够来调整，就能够来调整，加快脚步，这样大家才能够感受到这个所谓新政府在拼经济的这个味道跟期待。好，去除掉这个国际外交或者是政治的层面、啊、在经济面上我们是希望能够在第一年新政府编列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进去，好吗？ 对，我们来检讨。那希望次长加油，也谢谢、院长，谢谢。谢谢。好，我们有请黄昭顺黄委员。黄昭顺黄委员不在。江启程江委员不在。卢秀燕卢委员不在。吴志扬吴委员不在。徐正伟徐委员不在。钟嘉宾钟委员不在。赖瑞荣赖委员不在。罗明才罗委员不在。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有请管碧玲管委员你来代理一下好了。好， OK， 我们两个最后一个了，所以好，要不然你先好了。好，有请管委员来，你来咨询。好 ，OK， 没问题，谢谢。好，那有请，你要不要咨询？要，好，有请。谢谢主席，因为我那边在修文字法，好，就所以感谢您跟我时间的调换，我们请次长好吗？好，有请沈次长。委员好，市长，是这个
应该是我们国家地理资讯这个中心来，这个单位一起来帮忙协助次长好了。好，我们很关心，因为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那个资料库要建立。你们是要用云端吗？后来有没有转为是一个云端系统？没有，我都没有，只是一个电子的图资资料库，是不是？好，你看看多少年了？这个是这个公文是中华民国96年7月9日当时的经建会，好核定嘛，对不对？经建会核定，那你们最后开始执行是哪一年开始执行？报告委员，我们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做到现在，那也10年了耶。是的，那计划结束了。新计划已经开始了，那10年计划已经结束，没有错。因为本席在交通委员会的时候，其实也审过你们在交通部门相关的土资系统。好，好，那现在就是我很关心的哈，你看看这个计划就这么大嘛哈。来，我们98年到103年的时候，曾经被经济委员会的决议指正过。就是98年到102年，平均执行率是不到60%了哈。那当时哈，当时103年度到8月底的时候，执行率只有0.39%，所以要求说104年的执行率要冲高。那你们现在是104年的执行率有80%以上了啦哈。那今年到最后总执行率到底是多少？报告员，这个执行率是国发会的事情啊。所以你们不知道。对，好，因为你们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有一部分而已，没有错。你们是占哪一部分？我们就是做那个 NGIS 那个系统，还有国发会一些委托的案子。所以整个是在国发会，是不是？是的。所以这个系统整个非常的不完整。好，整个系统非常的不完整。那所以本席今天会关心你们所做的部分的进度呢？你们所做的部分的进度，跟委员报告，这个计划案的图资是各个部会，是，那他们做完之后会整过来我们这边，是的，我们是同整的单位，是，所以呢，你这里其实最知道执行率啦。跟委员报告，执行率是费用，我们只管把图资收过来。Okay, 那你的图资到底建立了多少系统？像刚刚有一个全系统图哈。再往下，我们有一个全系统图，你们到底建立了多少哈？这个系统图看起来很庞大的一个系统，你们建置了多少？目前会诊回来完整的有多少？是不是会诊回来完整的，你们就都会上网？包委员，这个网是不对外公开的，因为这个图资是属于政府的资料，是，我们没有权利对外公开。那你们的网上为什么都会列有这些？好，已经有图资的部分，你看一下，好。已经有图资的部分，你们会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点进去，可是你们会告诉我们，你们开设了，包括污水人口跟污水人口管线，这个是目前有建置的资料，对不对？那其他的管线系统呢？报告委员，这是国发会同意我们公开展示给民间单位或外界查询，同意公开才公开，是的，是的，那不同意公开的就不能公开，我们没有权限公开，因为这是政府的财产。是我们作为资料的管理单位，没有权限要求政府这个全部对外公开的。那你们的进度整体来讲，好，你收集回来的进度整体来讲，我问你哈，譬如说我们的瓦斯管线资料，我们的输油管线资料，目前回报回来的进度有多少？报告委员，这个资料是国发跟其他单位要求我们收回来，这我没办法接受。你在这里连我们监督你要知道你接受国发会委托的案子执行的状况是什么，你都可以不回答。不是，不是，委员，这个我无法接受。来告诉我，我只问你很简单，我要知道我地下的管线，我地下的管线当中瓦斯管线的资料、输油管线的资料，像这个非常重大涉及公安的管线资料，你们现在全国收回来的比例是多少？跟委员报告。我们没有权限
取的这些资料，除非部会提供给我们。可是会诊在你们这里啊。是啊，没有错、啊。部会要会，我现在就是告诉你，部会会诊回来的比例是多少。如果委员，请容我说明，如果国发会的这个案子并没有要求部会提供这个资料出来，我们就不会有这个资料。那有没有要求提供这个资料出来？请容我回去查，请容我回去再确认、这个我。我目前没办法回答。你是什么职务？我是董事长。对呀、啊，你为什么可以对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知道，你还要回去查，然后今天来这里备询？嗯，这是整个系统里面很重要的一块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我们高雄市的气爆就是因为整个管线的资料没有办法建立，然后有那么多的人命的伤亡跟国家的损失。委员说的我完全同意、嗯、但是我跟委员报告这个十年计划是这些资料你们就在那里摊着，如果各部会没有回来，你知道吗，你们的作业程序是你们去函国发会，然后请国发会跟你去函给各部会去收集，跟委员报告。那我们要你们做什么？不是，请委员容我说明，这个计划案的做法是国发会在那个 NGS 大计划里面把经费发给各部会，部会收集资料之后我们来帮他会诊，叫他们好好检讨。我没有办法说好，他们是一个会诊单位，然后就等在那里，人家给多少算多少。有任何，其实一个会诊单位，他就是最知道进度的单位。国发会还没有你知道进度了，就是会诊到你这里的时候，你对于整个资料库的进度你最清楚，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随时的进度的报告程序也好，或者是各项进度的列管程序也好，这些行政程序建立起来，你都可以发挥对于这个计划有效执行很重要的力量。啊，他们就是消极啊！感谢委员指导，我们会努力。回去好好检讨，看看这整个系统到底已经十年了，你们做到什么程度？十年如果要去建立全国的瓦斯管线系统，我们已经检测到了、啊。到我们气爆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有一个计划已经十年了，可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输油管线系统、我们的瓦斯管线系统，中央推给我们地方，然后整个工业局说我没有，结果我们今天才发现说，在你们这里本来就有一个十年的计划在推动，里面就有包含所有这些系统，可是当我们气爆事件发生的时候，那已经是你们执行的第九年了。既然工业局也说他没有，然后推给地方政府说地方政府应该有，原来这里有一个系统在这里执行这么多年、欸、市长他们不能够静静的在那里等待各部会给他给或不给啊。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了，最了解进度的就是会诊单位啊，会诊单位随时有一个进度报告的 SOP。我觉得呢，麻烦我们这一个地理资讯中心这边、啊、整理一下，然后跟委员做一个报告。然后执行率说国发会才知道，我不知道，国发会不给我，我就没有。我请我们这个我们不要那么消极的单位，整理一下，然后跟委员做一个报告。那我要这个单位干什么？哦，这样。你什么时候给我？大概一个礼拜。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管碧玲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林代化委员咨询，谢谢。好，我们有请沈次长跟吴院长。我们麻烦沈次长、吴院长。委员好。好，来，我们先有请吴院长。院长，您担任院长也有一段时间了，您自己啦，评论啦，哈，您觉得还有什么应该要改进、修正的？好，委员好，谢谢。就中经院过去因为财务上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人员的雇用上或是有些自我的研究上的确是比较资源不足，但这几年呢逐渐改善以后呢，我也朝两个方向去努力，一个就是对研究方法，我们有一个 team 呢大概每个月都聚一次，就是目前大家国际上比较注重的 CG 尤其是动态这些模型的这种模拟，因为对很多政策来讲它是很重要。第二部分呢是把这个资料库呢更多元化的建立一个有效的资料库，
因为这方面呢，过去呢，我们资源比较有限，没办法整合的来处理。毕竟呢，在做研究的时候，资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两个主轴呢，是目前在持续推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加紧跟其他重要智库的合作。当然，我们像E4的院长，我请他来这边访问，他都个人都来访问，可是要跟他签这个官方的时候是有一些政治考量，可是在东南亚各主要国家，我们几乎都已经跟他们签订了这个合作关系，事实上也有些政策的研究报告正在进行中，我们希望说加速这方面的步伐。好，那您对于刚才很明显您对于这个整个我们中经院当中它的职的提升以及它的国际上的连接，您用了很多的心哈。那但是对于我们立法院，刚才我们几个委员对于你人事费用这个包括你101年到103年本席这边也提供给你，你怎么的来看？好，譬如说你们101到103，你的人事费用连三年是超支的，然后呢你的员工是减少，但是呢你的人事支出反而也这个增加。好，你人数减少，但是你的费用是增加的。好，那从105年相较于104年减了11人，但是105年的用人费用的占业务收入比例达56.73%，相较于104年的47.92%，成长了9%。好，对用人费用，那当然这个我们经济部这个沈次长这边，你们经济部行政督导的报告也是呢认为说他们也是符合规定的。那再来这个刚才委员也有提到说你们的员工福利多，而且是胜过公务员。好，包括三检的福利金、健康检查，好，这个部分，好，这个包括伙食，好，包括托育等等，这个东西哦，在是不是有需要再继续编列？好，这个刚才一些委员也有提出一些看法，先就这个部分那您什么样的是觉得有没有什么需要再做调整？我不要说改革了，因为这不到改革的那个了哈的程度的用词了哈。但是您觉得对面对这样的这个顾虑了哈，对中经院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人事的庞的一直冗员的增加，包括您说你没有钱，可是你的钱却是用在这个可能这种小利哈小小确幸上。这样对整个的中经院的发展是不是妥当？是谢谢委员的指正哦。可能我这边报告一些数据哈，我们在预算的编列，诚如刚才委员报告，我们在104年度的时候是55.16%啊，那105年我们预算上编列是56.73%，增加了1.57%。但是呢104年度实际执行的时候，像我们用人费用只有48.2%，所以假设说用预算跟这个，假如今年的预算说56.7%比实际的48点多，好像成长很多。因为我们中经院断层的很厉害，所以我们每年都希望能够雇比较好的人员，但是因为目前环境上是很多优秀的人才有时候就被其他的机构这个请走，所以我们有预算编在那边，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呢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实际在执行的这个人员预算方面，刚才报告104年度只有48.2%。好，院长，我现在提另外一个议题哦，是你觉得中经院南部分院有没有可能？我对于中南部这个沈市长，他最知道我问政当中，我对南北平等，他不是只有建设，他连软体建设都很缺乏。你这边讲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优秀的这个人员进来？好，不管国内国外，可是再怎么样都还是在北部，所以我们南部的学者其实就是连参与公共政策的机会都相对少很多。好，要么就是政府办的，地方政府办的，要么现在在沈次长这边，他来自南部，他还能够就他次长的位置帮我协调一下，好，他下面的财团法人办的活动，好，有稍微增加在南部，包括我念之在之，全台湾商业研究院，好，全台湾你就很清楚，在服务业的部分的辅导，就一个商发院，
我念之在之，希望他在南部成立分院。那当然，未来我也要再拜托沈次长再帮我协调。那这是可以成的哦，就是说我现在分院的意思就是本同本院。所以说，在商发院的部分，我也让吴院长知道说，在本院的部分是132个研究员，32个正式员工。所以我在南部我不多，我就100个，这叫做南部分院。好，那所有的运作机制不是说哦，从当然在建筑之初一定是要老的带资深的去带之前的，所以我也知道说院本部这边一定要有这个干部副所长以上的干部。各四个所全部都要到我南部分院来，然后四个所至少要副所长，本院的副所长以上来下来给我领导。好，当然要怎么设置南部分院的院长或次长，那我都没有意见。好，这个我都尊重次长这边的省次这边你们的协调。但是中经院这么大，但是我南部分院没有智库哎。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如何，这对我来讲。当然你会说啊，我们这个都是动脑筋的啦，哈，都是。但是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的部分都在做研究，是有跟业界，不管跟业界或者跟相关的团体是在做接触的。你们永远都是没有把南部放在，就是说你们即使下来也会赶时间。好，我要来这跟你玩哈，阿温德来讲好不轰文之类。好，啊，谈完之后我也要赶时间到，我赶快赶回去了。所以没有办法知道说中南部这边你要带动景气，您作为一个经济的。一个做破化者的一个最重要，在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智库。今天要整个让南部的，让整个台湾整个有景气的复苏，中南部这边的带动，其实会带动整个台湾的经济的活水的，因为它就是缺乏，它就是需要建设嘛。我说建设，你不要只有想说，我讲的不是只有硬体而已，它软硬体的部分是很缺乏，在软体的部分，所以我就智库的部分来讲，我在这边具体的建议啊，请这个吴院长这边能够评估，我日后后续还会再跟您做个请教。不过今天我第一次提出来，向您当面提出来，针对中经院南部分院好的评估，那我也请沈次长哈，把这件事未来这个部分，我们可能有好多还有好多的讨论。好，那我不晓得院长这边您是不是有什么的看法，或者是。委员，我们跟中南部的合作呢，一直都有在进行，包括我们很多学者专家是从中南部请上来的。当然，这对他们比较不公平，他们要舟车劳顿的。但是，另外我们在政策方面呢，我们事实上一直在考虑如何中南部让它比较蓬勃发展。事实上，有些不方便在这边报道。目前现在有些政策的执行呢，是针对我们当初的这种。这个建言所做成的，是那应该是对中南部的相关产业是有帮忙。当然，您提的南部分院呢，只要土地跟经费有着落的话，我们当然是愿意去。好，那很好，我这样分次长，您听到了，以院长他在重理这个中原这个中经院这边钱，好找到土地找到好。那这个部分我也会来支持次长您的那个这个协调，这个不会是去挪移到现有的经济部的预算，跟挪移到或者占用到中经院，一定是要另外加，另外再加的，这个我是绝对我坚持，所以这未来可能要跟行政院主计总处这边，我们要再做多做一些沟通。好，那谢谢院长跟次长，谢谢。好，我们有请徐增伟徐委员。主席好，我们麻烦主席请那个王董事长，我们的专利检索中心。好，有请我们王董事长。委员好。董事长好，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经济，而且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的这个方向以及速度都非常非常的快，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智慧财产权的申请的部分，其实在案件的积累部分一直以来长久。都让人诟病，所以在102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了一个组改，那也从我们101年，我们必须要等待46个月的部分，然后到了今年，到了这个去年您说的表列的是22个月，
所以大幅了缩短了等待检验的时间。好，那基本上呢，其实这个本席在这里真的除了感谢，另外就是还是有一个想提出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在刚才您的这份报告书里面呢，我们在104年的时候呢，对于委托这个检测的部分是以生技产业为最多为第一，对不对？应该不是。您的这本书里面，这个报告书里面是专利检索报告的类别吗？是的，类别是生技医药类是最多的。那请问，表示您对于每次这个送件的案件，您是有做分类的？是是。那这个分类其实也会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指标，是不是这样子？对，是。所以在您在这个表里面呢，只有我们这个审结的时间减短了。那请问在101年到104年这当中，我们送件的案次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们的发明案是在整个就智慧财产局收到的案件是减少的。那专利检索中心做检索的量，是差不多是10000件。所以减少的部分，那您对这个部分减少的原因，您有没有做一个探究？有，智慧局非常非常关心台湾整个企业界对专利减少的这个理由。那我们在去年跟今年都有开过相关的座谈会，包括产官学，我们都有邀来了解为什么是减少。因为这个对未来国家的竞争力其实影响非常非常的长远，非常的大，对不对？对。那所以在这边呢，也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董事长这一边，是不是对于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专利的申请还有智慧产权权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给业别的这个分析，好，给中央政府有一个依据，让他在未来在国家推动国家发展的时候他有凭证，然后另外这个中央政府跟民间的发展、企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的发展才不会有落差。是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本席常常会接受到一些陈情，就是有关于当然是我们的这个审结的期间这个很慢以外，因为产业都是跟时间在竞赛在赛跑的。是，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有关于我们这个审查的品质好像每况愈下，好，另外就是常常会发生错误，还有我们的这个写这个引用的这个引证的部分以及我们技术理解的部分都不够，好，还有我们在这个审查内容的部分词不达意，核稿人又不晓得是人力不足还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本席是不是给予我们这个建议，说是不是对于我们内部人员的那个培力和这个增能的部分，是不是要对于我们资深的审查人员或是这个人员能做一个培力的部分？有，我们其实审查品质这几年一直非常强化在改善，非常强化，因为这个近年这个本席还是有接受到一些陈情，因为第一个待审的案件这个时间拖很长，第二个是有时候回复的时候词不达意，他们也不晓得这该怎么办啊。所以在这边是不是请我们董事长能在这两方面，第一个数据的部分、件数那个分类的部分，还有我们这个增能提升的部分。好，是，谢谢。是。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台湾地理资讯中心。委员好。董事长好。这个本席想，其实我们原来是叫台湾资讯中心嘛。是的，是1963年成立的。是，所以表示这个资讯中心是在做刚才也听了我们董事长是说，在对于我们全部的公部门来做这个资讯的整合和医化的部分，还有这个人力培力的部分嘛。早年是做这件事情。早年是这样，那表示我们资讯的整合和这个人力的培育是非常非常的专才。理论上是这样。理论是这样。那现在理论上跟委员报告是有一点落差。是。有一些怎么样的落差呢？就资讯的业务这个行之久远，我们做50年了。嗯哼。当年在做这资讯的
这个业务慢慢就各部会他们都成立资讯处，是，所以各部会现在的资讯处的能力也不下于我们了，是。但另外一部分的业务是央行的外汇资料登打，那这个资料登打早年留到现在都是一些基础的人力，而这个央行业务明年年中就要结束，所以我们也在做转型嘛。是的，就是、所以其实这个本席在我们的这个报告里面，其实看到我们真的经营团队不断的努力的转型，而且自给自足的部分也做了蛮多的资讯的哦。尤其是刚才又看到我们停车场这个部分哈、哦，还有这个我们跟观光局又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是的。哦、以及我们跟这个国发会也有一些这个整合的合作。是。那在这里我们也有看到我们农地银行的部分啦，还有智慧城市的部分，国土资源，其实这个我们真的非常的佩服，我们要自给自足，而且自己开发的业务。那其实就这个花莲县哦，在我们九十几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件那个我们这个华东大桥啊，华东大桥我们那个在救灾的时候，这个挖到了这个国防部的油管，这个油管呢铺面不到2公分，所以造成那个油啊喷上来以后，它就这个火灾就10公尺的火焰这么高。所以也因应这个部分，后来花莲县消防局呢，这个对于我们云端的这个资讯的取得是非常非常需要，而且感到非常的重要的地方。所以在今年这个消防署这个也就支持了我们这个云端的救灾资讯的服务平台。后来刚才看到我们前面的委员有这个质询说，有关于瓦斯油管以及输油管、下水道水利管这个部分，所有的资料的管线的整合都是在您这里吗？跟委员报告，这个管线资料其实各有主管单位，是作为资讯中心，我们这个台湾地理资讯中心的工作，在国发会那个项目里面， 是各部会的资讯收集完之后，我们汇整在我们的平台里头。是的，这个平台也不对外公开。了解，了解。所以如果部会没有这个资料，我们就不会有。是的，希望委员可以谅解。理解理解，因为之前我们后来有跟消防署请求他们协助在云端的分享的部分，那消防署也说这个，因为这是有关于机密的部分，尤其在这个军方的管线油管的部分，但是如果在抢灾救灾的部分是有必要，而且需要跟我们消防局来做分享的，因为这个是时间要务嘛。是。好，那在这里本席还有看到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个在103年执行的花东地区产业6级化发展辅导计划。有。那这个部分可能我的时间不太够了，所以是不是可以我们这个董事长可不可以日后给这个本席一个书面的报告？我们就用书面跟委员报告。是。还有量观光产业关键人才培养计划。好的，那没关系，会后我会这个书面会给您。这些工作都跟委员的地方有关，我们也会努力的来执行。因为华东两县啊，其实我们基本上资讯上面是非常非常不丰富，而且其实在我们资讯中心应该都是高端人才。如果在华东的地方，请多加琢磨。我会一起努力。其实我们在这个台九线的拓宽，我们车流、人流还有安全的部分，其实很需要我们资讯中心来帮我们做建制。请委员多指导，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临时提案，请宣读。临时提案第一案，地理空间资讯为近十年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更是政府部门与产业发展的基础。鉴于地理空间资讯有其公共性、传播性，财团法人台湾地理资讯中心应积极推广 Facebook 或其他资讯平台，提升民众与民间企业的使用率，让地理空间资讯真正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应用在政府政策及企业决策中。请财团法人台湾地理资讯中心于2周内提出提升地理资讯分享平台使用率之书面计划，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等委员。第二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委托经济部所管辖财团法人台湾地理资讯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维护之国家地理资讯系统，将是我国土地
的地上及地下的图形及属性资料储存于电脑资料库中，各单位依业务需要，将相关主题图加以套叠，进行空间上的资料全存取、处理、分析，能提供各单位管理在业务上的查询、管理、规划、决策、分析使用，也因此成为民间及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资讯。然 ，MGIS 九大资料库针对原住民相关空间资料十分缺乏，也导致原住民地理空间分析相关研究不足，影响到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原住民族自然资源及特色作物的研究发展。原要求经济部与国家发展委员会于一个月内会同原住民族委员会研拟建构 NGIS 原住民资料库，以充实原住民族地理空间资讯，促进原住民族地理空间相关的研究。提案人廖国栋委员等人。第三案，根据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民营电厂当年度盈余超过资本额25%时，其超过额之半数，除应用以扩充或改良设备，其余半数需提列用户公积金作为减少收费之用。为法规之订定由来已久，但经济部能源局均未依法要求麦寮、和平等九家民营电厂提列。经经济部欲参前开列之精神，将民营电厂缴纳公积金归纳入电业法修正，本于鼓励绿能发展及处理我国日趋严重之空污问题。原提案要求经济部应将降低空气污染排放之设备与研究纳入电业法之公积金执行与用途。提案人林代化委员等人。宣读完毕。好，在场人数不足，三人临时提案就不做决议。好，那登记发言时间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王惠美、徐真蔚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那刚才询答时提及之，请经济部、中华经济研究院共同研议中华经济研究院设立南部分院之可行性，此点也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经济部于一个月内（括号今天几月几号？5月12日，2016年6月12日好以前，将研议情形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谢谢，以上。好，6月12日，好，来，礼拜天嘛，好，那6月13日，好，括号礼拜一，好，以前呢，附之这个送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询答结束，另定期审查，本日上会。刚刚，谢谢。